我们国人九成都缺钙，所以最简单的方式会建议说，就是早上跟晚上各喝一杯240cc 的牛奶，可以摄取到一天所需要的五成的需要量。以前我没有在管钙不钙这件事情了，过了30之后嘞，哦，感觉就不一样。有一次出车祸，那时候恢复的时间花了快半年了。哎，你年纪轻轻身体这么差哦？哎，没有，那个时候不轻了，所以变成怕等卡骨拢没好。多情全身后，请收看《医学大联盟》。